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想知道，如果在和陌生人聊天的时候，你们会聊什么话题呢？在聊这的时候，是你说的比对方多，还是你给机会对方说的更多？在问题上，你会问些什么呢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般会问一些关于饮食的，那再问关于饮食的东西，对方就会很乐意的分享，而且会告诉你哪个地点是食物是最特别、最好吃的，然后在某个景点方面，在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？哇，在那一边有什么特别的风景，有什么特别的美食？所以在聊着聊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好多的话题就开始聊开了。这是我所感觉到的，同时我也时常在议论聊着美食。在一些环境、一些场合，可能可以聊一些关于家庭的事情，或者是小孩的事情。在聊起这个小孩的时候，很多的一些家庭，他对小孩都蛮多的一些话题，因为他们知道小孩喜欢吃什么，如何去逗小孩开心，要怎样陪伴他们，在他们小的时候需要和他们玩些什么游戏之类等等的。当以这些话题在沟通的时候，会发现到，哎，关系变拉近了。话题也变多了，所以我也想知道你们一般上会与人沟通的时候会谈些什么，可以在以下的地方让我知道哦，同时我们一起谈一谈。